听说没有几个主播敢露脸吃鸡。今天小月不在，我们来挑战露脸吃鸡。露什么脸？没事多练练枪法吧。什么？你这是在质疑我的技术？来，把最难压的枪给我抱上来，红尘倒要看看谁还敢质疑我。AK 听粉丝留言说这把枪枪难压得很，那今天就决定是你了。各位小老爷，还有比这把更难压的枪吗？统统报上名来，红尘没在怕的。至于露脸吃鸡吗？想看的小可爱记得点个关注哟。这个憨憨还在忙着打药呢。话说这金毛 AK 也还好嘛，估计装上六倍镜就行喽。Nice， 轻松拿下一支三人小队，再送个小人机陪葬吧。哇塞，物资还不少呢，再拿一百 AK， 我也是有两把枪的小朋友啦。怎么啦？人家才19岁，可不得是小朋友嘛。哼，不知道我的小老爷们今年芳龄多少啊？海岛摩托车王来啦！怎么样，红尘的车技是不是还可以？我的妈呀，没稳住，没稳住。话说这突然的单人四排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哎，有没有小老爷愿意做我的队友啊？这他妈的，发现一个落单的小子，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！遇到我的吃鸡小女侠，只能算你倒霉了。随后我两轮变四轮，脱贫奔小康。不知道宝宝们平时都喜欢开什么车呢？要不就你们一辆特斯拉上场？淘汰王，这不是有手就能行吗？慢着慢着。有人偷袭，让我瞅瞅是哪个不长眼的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Double kill， 红尘的技术如何？小老爷们打个分呗。等等，对面山上貌似有人哎！天哪，我这眼神也太好了吧！开玩笑，我8.0的视力可不是盖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不知道小老爷们的视力都是多少呢？什么？隔着烟雾也能杀人？都想什么呢？你们当我是透视眼啊？他万一不出来，我可没法子。宝宝们，你们能隔着烟雾杀人吗？让红尘开开眼呗。那你，战场主宰？这有啥稀奇的？还不如一个空投来的香呢。你们俩是不想活了吧？就让我们在前空投前先杀几个人助助兴吧。看到没？快把666打在公屏上！哎，这有人。区区一个房子，怎能保你周全？捷足先登，哼！就算是单排，也不能阻止红尘打杀四方嘛。这下只剩最后一个了，小兄弟，你可别反叛了！成功吃鸡，小老爷们还有什么难题？尽管放马过来吧！